一个椭圆，中心是圆点，长轴在 A 轴上。根据这句话告诉我什么行？左右行。各位，正交学才是二，什么叫二 ？A 分之二 B 平方等于二。两交点距离是几西？二西。所以二西等于几？二加二。麻烦你去求出什么？这个椭圆。其实这里要把这椭圆算出来，没办法去画图，对吧？老师要怎么办？那这题是用什么？用最基本的比例法。来，中心为原点，是零零。长轴在 A 轴上什么行？左右行。所以标准是怎么写 ？A 平方分之 S 平方加上 B 平方分之 Y 平方等于几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吗？可以哦。来，题目告诉我什么条件？第一个，长轴长是几？正交循环是几？二。我刚才讲过，正交循环是几 ？A 分之二 B 平方等于二。两交点距离是几西？二西。二西等于根号二，二西等于二根号二，所以西就是几？根号二。写到这边行不行？我只要把 A B 算出来，是答案就出来了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那怎么算？首先这一题。老师问你一个现象哦，把一块给什么乘的，二 b 平方会等于几 a？ 二 a， 二二给杀掉，所以说 b 平方就是几 a？ 好，写到这边之后注意听，老师这 c 怎么办？有没有学过现象？因为 b 平方在椭圆当中谁最大 ？a 最大，长轴是最大，所以 b 平方加上 c 平方会等于几 ？a 平方。所以说代入式关系是 c 是几？根号二，平方二，所以 b 平方加二会等于几 ？a 平方。把这两个联立求 ab 行不行？可以吗？可以哦。怎么办？把它代入好吧。b 平方是几 ？a 代进去行不行？所以 b 平方用几代 ？a 代是 a 加几？二会等于 a 平方行不行？各位，所以写到这边之后，老师可以推得。把这些移过来好不好？所以 a 平方减 a 减二等于零，把因式分解 a 减二 a 加一等于零，所以 a 就是几？二，可以等于负一吗？不行，对吧？因为长轴长加什么数？正数。a 是二 b a 是二，代进去，可见 b 平方也会是几？二，那 b 平方等于二，所以 b 就是几？根号二。好 ，a b 是算出来了。所以说 A 用二代 B 用根号二代代进去，我换成是怎么写？四分之 S 平方加上二分之 Y 平方等于几？一，这样就 OK。